有空吗？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见面了。下个周末你有空吗？今晚你应该也没什么事吧？我只是确认一下。今天有时间吗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日落后的时间都属于你。哎呀，时间到了，先跟我倒数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